沈曼宁呢？把他共享位置打开。老大，他跟着庄家人出去了。 他跟打了10几个电话。他刚刚给我发消息，老董事长病情恶化，所有人都去了恒生医院。董事长的病情是肾脏衰竭，但如果去了恒生医院的话，恒生医院出名的是器官移植，更出名的是 DNA 的检测。放下，切我们的系统，恒生医院 VIP 病房最大的那些。 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。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曾在梦醒时候。不好意思，心也有些晕血，我先带他出去休息一下。 替我挽袖子。啊！快点替我挽袖子。哦。你要干嘛？把你的血和我的血融合，让这份血样失去检测功效。用你的血？不然。 你希望他们直接验你 DNA 啊？
怎么回事？